多謝。望望小豬頭先叫我唔好打邊爐，咁我就唔打邊爐啦。真係啊？真係㗎？啊？佢講咩我都聽喎。佢叫你小氣一點啫。誒、欸，我係喎。係咯。咁我嚟打邊爐。食少啲咪得咯。好，食少啲。其實而家冇乜嚟咯，而家其實都唔係好想食嘢，我想瞓覺多啲。有冇約你食飯啊？冇喎、啊，但係真係好彩你提咗我，陣真係有機會問下先。係啊，如果有機會。我都唔知道啊，我都因為真的很趕，知道他今天晏晝才嚟。其實我都不知道他跟住你的行程是乜嘢。你是怎樣邀請他㗎？一開始？哦啊！我嗰個時候在馬來西亞見到他的時候，其實好像再早啲之前已經有 WhatsApp 過去，好似係我唔記得咗啦。總之一見到他都話佢都好即刻話 OK 啦。點解揀呢兩首歌嘅？同阿小豬會唱？哦，因為呢兩隻歌都有各自的意義咯。No Joke 就是我第一次開 mini concert 的時候。我揀佢呢隻歌嚟跳，咁第二隻夠了就係我同佢都面對好多外界嘅聲音，但我哋都覺得呢一隻歌好中我哋想講嘅心聲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 ，sorry， 好痕，解咗係啊，因為其實呢、這、一個。演唱會是我其中一個夢想啦，即係同佢表演都是一個另一個夢想，所以今天真的實現了，我很開心。佢都冇即刻又邀請翻你啦，就好開心啦。係咯，我冇諗過，因為我哋冇排佢講啲咩嘢，係啦，咁好開心啊！咁啊咁，係啊係啊，我即刻同佢哋講噶啦，我話我唔理，我寧願如果有啲咩我都要推，係啊，係啊。是咪親自啊？有一啲透過公司嘅，有一啲我有阿聰嘅 WhatsApp， 我都一定會問佢哋啦。係咯，咁跟住 Gareth 一定好早以前已經有應承過佢話，一定會請佢咯開 concert。係。林海峰大家都會。我都係啊，因為其實我某種程度佢都係我好想見到嘅一個人，因為佢每一次都好神秘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佢無論喺開 show 嗰一日，你已經朝頭早都唔會見到佢嘅身影。你都不會見到他去廁所，你都不會見到他，即他總之好像永遠都是出場那一刻才出現，即是他坐在台上，他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，所以你見我那一刻我都說不到話。但你為什麼想著他？因為其實我很多很多東西都想問他，即我很想問一下他對我的看法，或者我很希望他給一些指點我，因為我覺得我覺得林海峰前輩想的東西都很跳，我覺得，所以我很好奇佢係點樣諗我哋咯？但係你可以問佢嘢㗎。嗯？我咪台上面你都見到啊，我都碰唔到。其實我本身諗住攞翻個主場嘅氣勢翻嚟，點知佢一嚟就一輪嘴，我就完全講唔到嘢。係。醉咗佢翻説話之後有啲咩嘅？得著啦。我覺得佢我好開心，佢將我一啲可能會俾人哋笑嘅嘢攞嚟。做一個很好的玩笑，令我和大家都很開心去化解了這些東西，很開心去這樣沒想到。我會啊，會啊，我覺得不過演唱會這一排我就我都很專心做自己的事，不過所有要多謝的人我都會演唱會之後我會逐一多謝他們。怎麼跟我玩 K 的是多謝，開心啊。啊他話唔記得咗個對話係咩？個對話係佢話我哋可以做一啲唔知咩人哋尖叫嘅舉動。我話咁不如拖手咯咁樣。跟住佢就話好啊咁樣 WhatsApp 係啦。咁但係真係拖我都有啲驚嘅咁樣，因為坐牌嗰陣阿聰都企喺隔離，咁我都唔係。咁你坐牌嗰陣得唔得？拖阿聰嘅都要拖㗎，佢都係啊咁。系咯，唉，嗰日都麻麻地要表現咩？有啊有啊有啊，所以我都唔敢拖，因為好多手紅。係。咁錄完四場，對於自己點樣講？75分咯，頭先講啊，75分。因為第一次開咁大型嘅演唱會，即係冇乜經驗，體力方面啊，聲線方面啊，技巧方面都有待提升嘅，講真。但你翻場，你留下啲腳。有咩咩萬應愛嗰個？咩高壓啊！哦，你等嗰段 speech 等咗幾耐啊？壓啲，有啲 fans 真係以為真㗎。我都因為我真係我
咗，我覺得好嘅，就咁介紹 Gareth 出嚟，好似好無聊。咁我咪想製造一啲懸念出嚟咯。我都想睇下大家嘅反應係咩嘅。信多，信多啲。滿足啊！其實有冇人信？你哋有冇人信啊？有啊。有啊。好驚啊！因為畢竟我都真係做過啲好瘋狂嘅舉動，例如落台啊，係咪先？你自己最滿意邊一 part？ 最滿意。其實開場嗰 part 好開心。小梅老師去幫我開場呢一 part， 本身小梅老師都唔得閒，咁啊嗰個時候佢都話佢擺低手頭上嘅嘢幫我排咗先，因為我想令大家呈現一個好唔同嘅一個開場。咁你哋應唔應該拍啲 fans 都拍片？係呢個都係我前一排我記得年頭嘅時候我嗰排自己安靜嗰一排就。已經想到想拍這一段片，那就腦海裡面就是我舉著他們的燈牌去做回他們，是的。因為你說當大家是家人，那些姜總就說可以名正言順嗌奶奶了。好啊，嗌咯，我媽都喜歡聽的。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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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奶我奶奶我阿媽真係 control 唔到啊！佢開心就得，係唔好限制啲衣著，係真係，所以我有時睇啲相我都，我知，其實我都話，我想做 artist， 佢反而好簡短地同我講，因為佢知道我唔想受人哋影響，即係唔想即係佢都好俾空間我，但係佢有講話好好睇。有嚟啊！琴日都有嚟，牙要啲咯。係咪假有啲嘅？本身都冇諗住，講真，以前講過話唔再唱呢隻歌。嗱，始終翻去諗下，我係今日臨時先決定。我哋今日彩排嘅時候，同佢哋講話啊，我都想唱咯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冇嘢嘅，同埋我覺得。即係一個咁重要嘅日子，我希望佢聽到咯，我覺得值得嘅。咁你約定大家下年見，就有冇計劃？唔係啊，佢耳機細榮同我講話，你要講下年見啊嘛，我點知啊？可能以為你下年開其他 show 或者唔緊要啊，總之咁都講咗啦，公司應該都焗住要做噶啦。係咯。唔知喎，未安排，好似有安排幾日咯咁樣，但係都有啲嘢做嘅，我記得。多謝多謝大家俾面。但係不如跳咗幾萬步咯，跟住啲人夠玩啊，或者嗰啲人。我哋有好好嘅團隊幫我做物理治療，咁啊都有針灸啊、包腳啊咩，總之咩都其實啲褲下邊全部都係嗰啲繃帶。綁住，咁係 OK 嘅。OK 啊，我係綁住就。四晚之後，即係我諗四晚都暫時喺一個極限。係啦，我諗啊。哦，夠啦，夠啦，夠喉啦，夠喉啦，夠喉啦。如果出年再開。都三四場都得噶啦，係。夠嘛？冇。好多 fans 好中意你啊！年年都有噶嘛，係咪先？我想開下場係嘛？哦，祝佢順利。我差唔多啦嚇嚇。咪唱兩首新歌。哦，係。係咪其中首係粵語？有一隻係我撈唔到添。誰好得太過分咧？就係徐浩老師幫我作曲嘅，陳慧謙老師寫詞。咁跟住 Every Single Time 就係阿聰幫我寫嘅，都係陳慧謙老師寫詞。如無意外應該就是的。因為我都聽很多 fans 講話，出道越嚟越耐，都好似見我越嚟越少笑。咁所以我好想喺呢一個 concert 話俾佢哋知，其實我以前嗰個我仲喺度，我都仲識笑。即係你都玩得開心嘅，你哋。OK 啊 ，OK 啊，係啦。不過四場都真係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同埋阿媽都有嚟。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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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係
都好開心，我都一眼就見到佢哋。係咯，係啊，為咗你瞓覺啊，都喺度比，睇到尾啊！我睇到尾，哦，哦，多謝多謝多謝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哦，都唔知道我未有計劃，未有腦諗呢啲嘢住。啊，都係有機會就有。啊，多謝多謝嚇。好，唔該曬。係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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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謝